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原神 4.7 前瞻来了，卡池紧急调整，水神芙寧娜复刻，新深淵1220原石獎勵來了，角色界面优化，原神 4.8 卡池大反轉，草夜蘭調香師來了，水神延期复刻角色全曝光，原神封丹 4.7 减 4.8 卡池最新消息，大的来了，混池角色出乎意料， Nata 5.0 火神八骏图曝光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丹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克洛林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 4.7 的前瞻直播也会在5月24日日和大家见面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 4.8 卡池新角色相关的消息，也被舅舅们给放了出来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各位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4.8 卡池的相关消息了。根据舅舅的最新爆料， 4.8 卡池的复刻角色据说又发生了反转，之前 4.7 卡池复刻的水神貌似也被延期到了 4.8 卡池，另外两位复刻角色的话大概率是纳维亚、尼路了，同时新五星角色调香师也会在 4.8 登场，夸版本信息并不保真，小伙伴们需理性看待。有关于调香师，根据舅舅们目前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是五星草系成女角色，机制应该和燃烧沾边，但单看燃烧套的话，调香师是主 C 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，当然也有可能是异化燃烧像妮露那样，或者半 C 半辅，但不排除是不是草行秋或者草夜蓝，毕竟调香师的相关消息比较少，定位机制方面啥的并没有确定。而在后续的 4.8 版本中，据说还会有两款角色新皮肤的上线，目前说法最多的两位角色就是起凉凉、妮露这两位，以及第二期混池的开放大概率会在 4.8 卡池。众所周知，原神封丹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克洛林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在后续的 4.7 版本中，更多的消息也被舅舅们放了出来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之前舅舅们爆料的 4.7 新深渊的相关消息了。目前来看，4月7日的新深渊幻想真境巨师只在每月一日的时候刷新一次，玩家们通关打满的话可以获得620原石的奖励，老深渊深境螺旋的话则是在每月的16日会刷新一次，每期打满的话可以获得600原石的奖励，合计就是1220原石，还是非常香的。然后就是在后续的 4.7 版本中，角色的界面中也新增了深渊挑战情况的展示，其中徽章展示就在幻想真境巨师那一行字后面，大小和一个字符大小差不多，你打完新深渊后面那一行就变成一个小徽章加你的成绩，算是一个小优化吧。所以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而说起 4.7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被舅舅们实锤，分别是克洛林德、西格文、水神芙宁娜、艾尔海森，登场顺序的话又发生了改动。目前来看，上半卡池是克洛林德、水神芙宁娜登场，下半卡池是西格文、艾尔海森登场，顺序的话进行了调整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。目前看来 4.7 新增了第二深渊角色待机动作的购买等等，第二期混池的应该大概率会放到了 4.8 卡池开启，混池的角色则是甘雨、胡桃、公子、叶兰这几位，钟离的话大概率不入混池。原神封丹 4.7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克洛林德、西格文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版本的相关安排，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，就 4.7-5.0 版本的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根据舅舅们爆料的最新消息来看， 4.7-4.8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也都被放了出来，其中来回变动最多的就属 4.7 卡池复刻的角色了，从一开始的水神复刻到后来的水神延期，再到现在的水神复刻，说白了就是变了个寂寞。目前舅舅们说法最多的一个版本就是水神芙宁娜、艾尔海森这两位五星角色复刻，其中水神在下版陪跑西格文，而在后续的 4.8 卡池中新角色也只有一位，复刻角色中是之前提到延期的莱欧斯利，另外两位则是纳维亚、尼路复刻。不过 4.8 版本据说有混池的开放，所以说复刻角色依旧有大概率会改动，并不保真，
除此之外，就是 4.8 版本混池开启的相关消息了。就目前的爆料来看， 4.7 第二期混池不会开放，大概率在 4.8 版本开启。混池的角色有甘雨、克勤、七七、胡桃、夜兰公子这几位，钟离霄据说都不入池。当然了，版本毕竟跨度大，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，各位小伙伴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哎你，哦。